哥，你不会是让小布抓周吧？能不能不要吵，不要吓到他？ 哥，他也没说话，小七不会是骗人的吧？小布，这桌上有什么东西是你需要的吗？如果有的话，你就把头伸出来；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摇一下尾巴。哎，哥，我天哪，他真的能听得懂啊！小布，我该怎么跟你沟通呢？ 哥，他不会是想打字吧？哇，这我得拍下来发个小视频，这也太厉害了！哎哥，啊啊啊！疼疼疼！我说了不要吵他嘛！行，不要吵行不行？行。 你看，小布都说了，让你不要动手了。不要动手术，你会没命的。哎，看来神奇的小乌龟也没有办法，咱们还是回家好好冷静冷静吧。走了走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会马上准备动手术的。为什么？看呢？不要动手术，你会没命的。 除非你把我带进手术室，或许我可以用我们星球的科技帮到你。小七现在只能喝水，没有多余的能量消耗地球上的食物了，快帮帮他，别再让他吃其他东西了。